乐道的私房秘境就从观日出开始。小笠原的日出是唯一能360度无障碍视野。随着第一道日光升起，你会发现群山峭壁在云海错落的景致里全览无遗。而距离宾馆只有短短步行30分钟的姐妹潭，更是这片山色中最灵动的碧绿。环潭的木栈道，潭中的相思亭，在凄美故事的流传下，让此地有了更悠然的宜人。水杉巨木距离宾馆也仅40分钟的路程，却是罕为人知的秘境。沿路上虫鸣鸟叫的大自然的和声，天籁交集，是与大自然共处的实习。走到尽头便可以看见保留原始面貌的简易月台，以及古旧的木亨桥梁。步到终点为树龄约2700年的水杉巨木红块，气惊人，绿意盎然，树围超过16公尺，树高逾30公尺，堪称阿里山区最大的巨木。阿里山宾馆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林业生态以及广面深远的历史内涵，在郁郁苍苍的台湾岛屿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百年伊始，这份得来不易的成果，不但欢迎您与全世界的人们一起前来欣赏，阿里山宾馆也将与台湾继续迈向下一个百年。
峡、火车都是在这里就能轻易捕捉的美景。